看一下这一次的探险队，虽然开了半个月，但是我不打算深入去研究它。然后，这个活动其实在2016年7月的时候，大概在冒险岛英雄那个版本的时候，有出过类似的活动，那个活动叫雪龟岛。蜃楼岛，所以它前面这一部分都是训练模式。
按着右边的任务来就会，我这个任务还是好难。Bye.